戴好，直接传送就好了。戴好，机放在这边就对了。我不用戴这个，我也怕人家。啊，你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为什么不戴吗？不戴口罩？你有没有戴口罩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出门都要戴吗？谁规定的？全台都规定。全台都规定的有。全台。没关系啊，收下来，你自己拿着啦。好了，我们有劝导你了。我已经告诉你要戴。